你喜欢吗？你说过你喜欢会音乐的，上进心的，还有温暖的。这些条件我都有，所以你愿意喜欢我吗？我们已经跟斯东奥核实过了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是，我的确是用 Zero 的名字参加比赛，但我不是 Zero。废话连篇，我是假冒的。假冒？我只是个大学生，怎么可能是 Zero？ 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放我电脑啊。你已经错过两班的飞机了。为了等你醒来啊。可是你没有说你今天要走。我怕大家舍不得我嘛。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是妈咪把我带大的。